尽情的吃，不必担心老爸老妈会在旁边碎碎念。那个鸡块还有黄瓜条吗？我会吃完的。你会吃完啊？我不会挑食。这两年，从特定族群慢慢的推广到一般家庭的儿童生日 party， 除了有玩乐目的之外。家长们开始希望真的做到寓教于乐，因为从玩乐中学习到的东西印象最深刻。特别是 dress code 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们让小朋友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穿着。那会不会有父母亲觉得很麻烦？就是我觉得，参加任何的一个活动，它都有一个精神在。只是对于小朋友来说，这样的 party 吸引力应该还不够，那还能怎么玩呢？没错，夏天当然少不了沙滩风。沙吗？对啊，要不然没有沙不是很怪吗？跟小朋友说海边，然后海边那边沙。克服了防水问题，一顿重的沙终于搬进了饭店，效果当然是很赞。我在开玩笑，他就掉下来。的虚拟实境是不错，但要是考虑更多的话，你要让小朋友玩什么才会有手眼协调？的确，学龄前是训练手眼协调的关键期，能多就多点学习，对于未来的课堂学习自然会有更好的效果。玩 iPad 你确定？我确定啊，因为 iPad 有很多，其实就是有这种打击的程式。听音乐，听指令，来。至于要是不想玩虚拟乐器，当厨师一样也能够训练手眼的协调。哇，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了，就是音乐会。小小孩捏捏乐，大小孩奋力一击。现代的儿童 party， 就算只是玩，当然也是要玩出个不一样的名堂。